前有网友晒出一段在机场偶遇吴磊的视频，视频中吴磊一身休闲装扮，刚开始戴着帽子和口罩，不过在吴磊摘下帽子和口罩后，这个眼神真的是又酥又帅，霸道总裁即视感十足，三十弟弟真的长大了呀。不少网友纷纷说道，三十弟弟摘口罩的动作太帅了，还是个酷拽的小子，磊磊眼神收割我，吴少爷太帅了。今日吴磊现身上海出席活动，走红毯戴了小恐龙绿色帽子走红毯，真的太可爱了。活动现场吴磊被主持人问自己要扮演吗还是有设计，吴磊称他这个服装就是这样，这个帽子很精致很可爱，有大自然的气息。主持人问道没有想过戴帽子的颜色，吴磊说没关系，生活总要过得去。网友纷纷说道，三十弟弟表示我是来搞笑的，不过这造型还挺可爱的。